嗯，超可怕，力战龙，把网络都弄断了。我被岩浆，不是岩浆喷出来的瞬间，哈基巴叫什么魔法，结果的画面就卡住了。哦、原来是这样、啊。然后就跳啊，可能是某 A 某 A。嗯，电脑就当了，就当又没了，太好笑了。可能龙山龙去咬了海懒吧？哎、欸，对，海懒都咬、啊，可能吧。哇，所以游戏是要重开啊？这样不用啊，你就到集会区那边去搜寻不到别人的、欸。你要先走自己的、啊。哦，先自己开一个是不是？你先到线上模式嘛。不要动，我到你那边，我到你那边。自己建立、喔、先自己建立就对了。对，嗯。Okay.好了，我好了。好，那我连过去。不能复原的档案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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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算了算了。那就是刚你的麒麟不是打完了吗？什么？你麒麟打完了，怎么还在49等啊？没有啊，他是一四十哦，然后他一四十九等马上打，也合理啊。他其实过去人。没有啦，他不会及时更新啊。哦哦，所以我这边看51、哦、你们还可能还看还是原本对啊、嗯、我看也是有看到51了、嗯、太可怕了对吧 OBS 爆炸了没有没有没有整个电脑都爆炸但该那个要不是 OBS 坏掉不然你们听到那声音一定会笑死啊就啪啪好，我就马上把耳机拿下来，直接重开机了。吓死！吵死了！造成伤害，扣血9999。哈基，你好厉害哦！我耳塞也没有用，耳塞要塞死了，直接贯穿，不止全部塞耳朵里面去。好猛啊，这个！快笑死！不过怎么会突然全部都断线了？定吧，没错，是定哦，有嗯，今天是比较不稳。Right， 哇，美丽的女孩，这首歌是什么？是歌吗？泰国情歌啊，有这个哦，有啊，我那时候在烤肉底唱给兔子听，兔子他完全听不懂，他以为我在唱我恶心奇怪的歌，我说哎、欸，这首很好听哎、欸。要有口音就对了，对，那个就是要有那个口音在，唱起来才好玩、哦，而且这真的很好听。我是不是该待开完台去查一下？可以啊，你叫姚唱给你听。嗯，可以不要吗？他叫你神经病。他唱歌我不是，你可以唱给他听啊。可以唱给他听啊，那叫你。他可能还是骂我神经病。啊，美女的男孩。他可能觉得我不知道又在冲啥回。你看我断到连，你看我的头套都不见了啦，都要重存了啦。哇，中间都没有存下，真的超夸张的，直接断掉、啊。好了，换一个头。缺蜂蜜，蜂蜜哦。没说到这个，我好像剩500多个吧。我随随便便都几百多个，好可怕。不，我这边有很多9999个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可怕哦！果然是没有，因为我之前就是都是刷低等级的，嗯、然后就是因为它是一回合就是算一格嘛、啊，然后就是低等级就刷一刷，马上就满了、啊。哦，了解了。而且肥料加下去就是加6格啊，加60格啊，有的没的啊。猫咪走开。那时候在玩枪。用了一大堆果实，嗯，它有很多果实，要做不同的类型的子弹，对啊，子弹的话也是都可以十几颗啊，这样的话不就要记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吗？做什么？就是什么哪一个果实可以做哪一种子弹？对啊，分开的啊，感觉好复杂，很直觉啊，就是扩散弹就是扩散种子啊，对啊，哦，它这么白话就对了，斩裂弹就是斩裂果实啊。OK， 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复杂。对啊，你想太多了。更复杂一点的还有扩那个其他的啦，冰结弹啊，那个是另外一个东西。嗯，还有分等级。
是你上次那个吗？你上次我在拿青弩的时候，那个一二三那样。对。嗯。那有些枪不一定会适合什么子弹这样子。嗯。绝掉。哎、欸，开始了。开始了。开始了。怎么了？我还没准备好哎、欸。你不是在准备好了？是，我准备好了，但我的还没准备好。需要心理准备一下。哎呦，开始！出发！出发！送你！出发！冲啊！吃抢走药。猪突猛进！抢走药吃。猪突猛进！猪突猛进！下，等一下。哎，直接找头的那一颗哦，心脏那一颗。冰糖啊！你怎么还磕到那个？哦啊啊！烫！哎、欸，不对耶，岩浆是啊，被阻断了，过不去。你要先打爆一个。哦，是啊。我也没看到啊。完了，有人要爆炸了。我还是用普通弹好了。要爆炸了。哎、欸，这么远哎！我在这里没事，你在那边有事哦。对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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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傻眼！哎、欸，打不到中路师啊！快点打掉他！洋洋，你又在发呆？没有没有，哪里？输在哪里？我刚刚是被喷到，我在喝水。完了，没办法，打不到了啦！那个散热器官先打掉一个，才能打中路师啊！打太慢了。对啊。我想扩散弹、欸。哎呦！我扩一下啊！扩吧，扩吧。破了，掉了，可是中路师是不是来不及了？啊 ！QQ， 没办法，好像还行呢、欸。现在射不到啦，太远了啦，丢不到他、啊。要跑到第二个。跟着繁星走可以吗？你要来啊！哎、啊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好。有个直的中路师，那个要那个，哎、欸。咻！不到了，我的啊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丢啊 ？Right， 这个啊，旁边这个，谢谢。丢啊！不丢，丢不到了，走远了，丢不到他。哎，洋洋那个啊，你没丢，丢什么？哥，丢那个。我射！啊！丢这要干嘛？中了！打他！哦，打他哦！打他，敲他！哦！哇，你要干嘛？我们巨型版的石头就对了。OK， 我了解了解了解。我打尾巴啦！打尾巴吗？啊！我怎么打到？他没打到。哎呦喂！蓄力哦，蓄力哦，蓄力哦，要叫加大声点，哈基。好哦。你迷路了耶。哦，看一下哦。刚刚大家。我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啊！我靠！上来的！我靠！是不是？我好痛！我刚刚就死在这一招。哦，好可怕！撒回！阿杰，我要你。还有，我们掉下去，我们下去，我在洞口那边就是。我这样我找一下火山爆发，看一下真的哦，看到哈气了，害羞，哈气没安全吗？还是危险？危险，他们超危险，你来就不安全了。好，我下去，我去找班尼亚毛了。你们也很危险啊，到底哪里？没有个地方安全的啊，没有叫你去刷转身一砖出来，你们都不听啊。最好等要等酱油吧，一起刷会比较好。他有你不一定有啊，有不他不一定有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有时候主线爱接不接的啊。
我都有券。不是，有些要在地图上触发。啊，你是说那个钓鱼还有钓鱼？对，那种的。哎呦，一袋哦，袋一袋两袋哦。哦呦，转身一分。好了。他那个会有叮叮叮的是什么啊？我叮叮叮啊，我到了！就是突然会有叮哦，他们在射锚吧？对啊，射锚，天哪、啊！从你嘴巴讲出来都很奇怪。射锚很正常啊。来了。我说计时，我统计的是坏啦，怎么就哈基有数字，其他人都没有？啊，对呢，我没开。他自己才76而已啊。对啊。可是他100%哎、欸，我这边100%。快掉了。我来打面镜龙。就我一个人走。你也知道只有你在那边的，我没有做事耶。我刚刚在迷路，找不到地方。你怎么迷路到他前面去了？这么厉害。哦，因为我是看他来了之后我才走回来的，原本是要往他打。好吧。啊，两回啊，灭金龙，走开！哦，离开这里。来。刚、哦。哎呦，差点被烧到。改变姿势，打翻起来了。哦，好想扔那个中午吃炸面筋龙。啊？对啊，好了吗？掉下来。哦，走。我要去打头。喂，打头。我要跟你去。我砍到中午吃，我好帅哦。哇，你用砍的哦？我用砍的哎。哦。夸张。好猛哦。面筋龙在尾巴、啊，这在什么鬼地方啊？对啊，他怎么卡一半啊？什么东西？灭金龙啊！我转回来。雨月，你要干嘛？打头啊！我去打头啊！我灭金龙在这里哦。头不要晃，你喝醉了，下去了。对，你跟谁讲话？啊？龙吧。啊！痛痛！他头刚刚一直在晃，刚晃啊？怎么了？没有。现在也跳下来了。抱歉。哇！他在摇头。跳下来一次。我本来是想要抓旁边的，结果我没抓到。他一直跑哦，他会被龙山龙的龙眼打到哦。对啊，他进那里找不到他，那里找不到他啊！那到底是爬到一半要你爬到一半要转旁边过来看我这里，我爬在这里。哦，好。对，我刚刚就是要跳这边，但是我没跳到。我来了，我可以扩他吗？扩了。你说是他出去了才讲过了，你这个人真的是齁。我有先问要不要扩，我扩了吗？你问还没答应，你说我可以进去了吗？我反正没人说不要，我就是那个，对不对？扩了会怎样？你就打不到他了啦。好。不是啊，你总不能说，我要进去喽，就已经进去了。我是说厕所门。OK， 进房间、啊。我以为没人嘛，对不对？厕所门没人，我就走进去啦、啊。总不能在厕所回答说里面没人。他搞不好在厕所吃十分熟牛排啊，还在嚼、啊。哦，可以扣吗？可以扣吗？好，你看扣试试看。你扣试试看。感谢你去订。一个月啊，19个月、哎。好，我知道为什么扩散带会影响了。哇，你知道了？大尾巴，我扩散带了吗？对。好。我刚走过去的时候，刚好被射到。哇，咻！啊、被射到的感觉是特强烈。就飞了一下，这样往后弹了一下。撤喽！对啊。
被弹到的时候。想请问一下，凡凡是用什么玩魔物猎人的？你看不到键盘上面有 Q 跟 E 吗？是键盘啊，我是用 PC 啊。要上去哦？没有啊，只是想爬。只想爬。那我们就一起爬吧。我只是想爬。对，中间那颗又出来了，刚打掉又出来了。他还会再出来一次哦。再出来什么？哪一颗？就密集龙打掉之后，这个中间这颗会再出来一次啊？是那个散热的那个吗？要打吗？要打吗？要打吗？我跳下来了。喂。不管怎样，我也下去了。哦，要闪好哦，很痛哦。好，我加油。转身一装好了，穿。没闪到。你还是不要下来吧，你快跑。要回去哦。爬上去。我在爬了。我发现鸟头好挡视线哦。鸟。谁在那边扩不讲啦？啊，这里扩到会挡到那边啊。我在左，我想到我在哪一个左边呢？我操！你知道我刚刚两次最后一下，啊！哎塞！我在右边，再右边一点，再右边一点，再打右边一点，你要小心那里哦！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我的妈呀！被崩了！笑我笑。猫咪啊，不要打架！白银菜有东西吃哦。不要这样子！哇，小痛痛痛痛痛！你在放睡眠弹吗？没有没有，不，通常弹，通常弹。我天，那碎片滑走了。碎片又滑起来。碎片。要走了。要走了。掉落物啊！啊，掉落物。要来搬炮弹了，一发我拿喽、啊。好，那我下船，我去船下喽。那我就淡定了我的炮弹。我第一发我拿，第一发是你射吧？吗？哦，我射了。我也拿了。哦，你说我拿了。好好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要，是不是要移位置啊？移啊，移啊，就移到能射到他的脸的位置啊。嗯。那有了吧？那好远哦，好远、哦。那没有。有吗？啊，好像没有。什么东西？浪费了。什么东西？他要不要走过来一点啊？他要走过来。他怎么这么远啊？我们是不是这一次比较棒啊？嗯，走好远啊！怎么这么远？他觉得那边的人好恐怖，我要不要过去？犹豫。怎么这么远啊？不知道打不打到他、欸，这个。再丢一些黑黑的东西。黑黑的东西打到还很痛。先到十二点。好大颗的镇鹿丸。镇鹿丸。镇鹿丸。没有转身。我是有玩。什么？我要不要干脆吉龙枪也一起用啊？好啊。可以啊。我们再。正确的验证，好好好，你先吉隆香先用，看伤害多少。没有，第二发很久哎、欸，你就、哦、好好好好，那就射吧。对啊，就等下他训人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吉隆香上去。好，已经出来了吗？吉隆香出来了吗？已经有了，他一开始就有了，一开始就有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还是180？我是没穿到衣服。我有啊，我有啊，我有变两、啊。我刚刚断线没存到、哦哦。好，你先速 ，OK， 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错还是一万二啊？对啊，没有，他是说原本是6000，他的意思是说哦，没有吉隆，他本来就一万二啊，他本来就一万二。我也记得是12000，因为我们那天跟杰克打的时候是啊，没有、啊，杰克不在啦、嗯，我们三个人打的时候，嗯。一直都是一万二，不然我们不然就直接来验证，我们就直接来先来赌嘛，好不好？有个来个什么赌注之类的，来个大赌盘，可以可以。到垃圾突然下大雨，结果跑到快船去贴油渣，啊，别说啦，我走一步路都在喘的，走一步路都在喘。你
遇到了。送咚咚，咔嚓！哎呦，臭鸟，是吧？那鸟的确是蛮烦的。哎呦，那它倒雷，把去把那鸟做一做。好好好好好。我用普攻打。鸟，气死！不爽。啊，刚断线没有存到一。十分钟，血量还有六万，靠你们打喽！没有伤害。哎，是我吗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。好，我你有吗？我。好好，你有来来来。有。不然我们来试验看他，等下让他射一发到墙壁上是多痛。好啊，可以啊。看一下扣多少。哇，打这个要互相信任跟配合哎、欸。要信任，要会打而已啦，这没有要信任的啦。你要相信你的队友会打到他这种概念，因为我在他嘴巴前面超可怕的。没有啊，这就是这个是最好是能沟通的啊。对啊，人家就是哎哎，因为不要射不要射，一样在他嘴巴前面，快等他一下。好坏啊！等他吐完，等他吐完。这个弩弹是什么？这也可以射吗？对，可以啊，是那个、可以啊，是一发二十。直滴还多少？直滴吧。我可以试试吗？可以啊，我要先玩。啊，自己瞄是不是啊？哦，对啊。哦，就是大只一点的弩就对了。对。嗯，我也要。啊，没炮弹了。要按 C 是不是。我要怎么打他 ？Control。Control。Control 狂野，狂野。这尼，这尼。这个伤害，你是不是在扩他、啊？对，扩他扩得到、啊，扩到啊！试试看，可以、欸。我来了。75D 哦，算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翼龙真是讨厌。谁绑他了？我想说，我刚好路过，他在我旁边。哦，刚好路过绑一下。因为在跑的路上，他说蓄能，我就气锐了。原来 NPC 他不会自己发射哦，他只会不会填弹而已。叫你来来来，你帮我按。蟑螂不是我杀的，蟑螂是你杀的，你杀的不是我。哦，都是你杀的哦。对，都是我杀的。隔壁也生气，就是别人烧他心爱的小蟑螂。退了，没炮弹了。没炮弹了，我只好推 NPC 的炮弹了。